了水准这种样子，水准出不出来了。其实就是埋着头的睡。南哥，南哥，南哥，南哥起床了。你又醒了，你看，快，班哥，快困成狗啊！他本来就是狗，你看，站起来，哎呦，哎呀，我困，我困，他自闭了。班哥，你看这里零食，哎，接着睡了。这个家伙跟四月一毛一样，四只四眼，这个就像四月长大了，而且他好像是怀孕了，你看他的肚子是不是跟四月一样呀。嘿，你是四月家亲戚不是？过来过来，长得很像四月。我感觉四月估计也就长这么大吧，跟他好像啊。我车上还有两个四眼嘞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牛啊！你跑我那儿去坐着了？谁让你坐着了？班哥都跑到我这儿来了，你要想下来玩一下是吧？行吧。社牛班哥也想下来玩一下。哎呀哎呀，小心咬你啊。这个真的很像四月。你看他肚子真的好大。你看一下，四月估计也就这么大吧。对，应该差不多。你看班哥的体型和那个家伙的体型。那个家伙还怀孕了。车里还有一个四眼在这里面叫了是吧？把窗户给你打开，你就别下来了。过来过来过来，站住，快点站住了，快点走。走吧，我们接着走吧。好吧，这有两户人家，但是有四只狗子。走了，我们也走了。好多狗狗呀，这里。看看你干嘛，和四月一样的，是不是四月？是不是和你长一样的？那四月不喜欢把头搭着吹风吗？咋的？你要过来呀，四月？你是不是看见这？哎，四月比那个黄。偏白一点。哎，那它有一点白。翻过这个垭口，往下面走不远，就是阿里和芝卡的交界。我们就出阿里了吗？对，我们就出阿里了。翻哥，你在看什么呀？嗯，在盯着看什么？前面没有什么呀。什么都没有啊，你在看什么那么认真？还是走了，过来过来，班哥。